中国有着异常广袤的草原，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草原人独特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的是，现代文明已经给今天的草原打上了时代的印记，这也是草原上的牧人必须面对的现实。冬季的呼伦贝尔气温降到零下30度，在这个显得有些冷寂的季节，草原上的那达慕盛会给远近牧人们的生活增加了很多快乐的气氛。赫林巴特尔和妻子敖恩特意穿上节日的盛装，更为重要的是，赫林巴特尔的弟弟俄纳尔巴特尔将参加这一次那达慕的摔跤比赛。摔跤是草原上最为古老的运动，作为一名职业摔跤手，俄纳尔巴特尔曾经拿到过旗里的第一名。因为忙于训练，兄弟两个平日很少见面。尽管训练有素，但是要在诸多竞争者当中保持常胜，谁也没有十足的把握。相对于比赛的结果，赫林巴特尔更为在意弟弟在训练中受伤的手指。俄纳尔巴特尔只拿到了第三名，赫林巴特尔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弟弟的伤势没有恶化。弟弟还将回摔跤队继续训练，备战下一场比赛。在未来的几天里，那达慕盛会的热闹气氛还会在草原上每座蒙古包内继续蔓延。赫林巴特尔夫妇虽然已经在县城里买了房子，但是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赫林巴特尔还是会留在草原上度过。更冷的时节即将到来，赫林巴特尔开始搬家。如今的呼伦贝尔草原上，几乎每户牧民家里都有一辆这样的篷车，由牧民和政府共同出资，配备有太阳能发电、卫星电视接收等实用设施，就像是经过现代化改造的蒙古包。和草原上的很多牧民一样，赫林巴特尔几年前盖起了砖瓦房，过起了定居的生活，从游牧转化为畜牧。不过赫林巴特尔还是更喜欢那个可以在草原上随意流动的家，无论是传统的蒙古包还是现在的移动篷车。把家搬到了东营盘，赫林巴特尔在这里储存了许多过冬的物品，给牛羊准备的干草，还有烧火取暖用的一堆堆牛粪。赫林巴特尔非常喜欢他的一个好帮手骆驼。到了冬天，骆驼的两个驼峰因为储存了大量的脂肪，高挺而饱满，软软的大脚掌踩在雪地上悄无声息。这一车干草超过了1000斤，700多只羊正在等待着骆驼的到来。
Нэдэн бордо дутгата бордо үн ороод бүр нэг болт бордо бүр 70-80 төгрөг болж. Тэрэгэд хамгийн сүүлдээ бүр доосоо бариад бордо гэртээ авши шатахгүй хүмүүнд төржээ. Бас нэг юм нэдэн бол бордо дутгатад хань бол ПВ нэг носи зулгаах хүмүүнд төржээ бүр. 相对于往年冻着零下50度的气温，今年的冬天是一个暖冬。因为缺少足够的积雪，赫林巴特尔不得不驱车来到离家30公里外的乌尔逊河取水。年复一年，牧民必须熟练应对这片原野上发生的变化。 这一车冰足够赫林巴特尔家用上一个星期。如果那时候草原上还没有下大雪，他们还要再来乌尔逊河。冬季的草原空旷静谧。 但是在冰雪覆盖的达里诺尔湖，即将上演一场热火朝天的忙碌冬捕。在风冻的冰面下，水温通常还会维持在零上4度左右，鱼群会扎堆待在一个地方不动，这是一个捕鱼的好时机。 蒙学臣从事冬捕已经30年，是当地很有名的鱼把头。选择合适的地点下网是关键的第一步，如果位置不对，很可能大家白忙一天。蒙学臣很在意今天自己的判断是否准确。 因为这关系到他在众人中的威信和面子。凭往年的经验，就是咱们这个区域，鲫鱼非常往这往这聚，像这个地方得出2-3万斤左右。顺着入网口朝两边各下一根引绳木杆。 木杆的尾部拴着一条结实的绳子，绳子上连着渔网。木杆的浮力会使引绳木杆紧贴在冰层下。长达2000米的渔网很快沉入水底。 渔网如何在看不见的冰层底下行走，诀窍就在这一套繁复的作业流程。冰层上每隔8-9米要凿一个冰眼，这叫拨杆洞。渔民将拨杆插入洞下，随时推动引绳木杆的位置。渔民们称之为走杆。 如果引绳木杆在冰下失去控制，就意味着整个冬捕的失败，这是渔民最忌讳的。在冬日的低温中，渔工们各自干着活，没有人讲话，厚重的衣服使简单的动作变得异常迟缓。 冰面下的渔网走过的路很像是一个巨大的足球场，两边的球门分别是入网口、出网口。入网口和出网口之间的距离相距1-2000米，这一网要凿几百个冰眼，冰层厚达7-80厘米，在冰上打洞绝对是重体力劳动。一次冬捕要动用的人力往往几十个。 甚至上百个。与
民们将绞盘固定在冰面上，再把粗绳缠在绞盘上，通过拖拉机的拉力才能拉动冰下长达2公里的捕鱼大网。在达里湖的湖底分布着很多大大小小的石头，渔网在湖底走过的面积相当于3个天安门广场大小。万一渔网被大石头挂住或者被刮破，所有人的努力很有可能一无所获。不大的出网口是一个不可预测的谜。大家在冰面上忙忙碌碌8个多小时，终于到了收网的时候。蒙薛晨有些失望，今天的收成远远没有往年多，百年难得一遇的暖冬也影响到了达里湖鱼的游动轨迹。运回去的鱼还要经过称重、分装，然后就可以销往各地了。这场冬季捕捞还将会持续1个月，到时候渔民们就可以回家休息了。等到冰雪融化、春暖花开，他们将会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达里湖的环境保护工作者。他们保护进入繁殖期的鱼种，还有栖息在达里湖的150多种珍稀鸟类远离非法捕猎者的伤害。草原上的冬天往往会长达5、6个月。今天是纳森吉亚侄子的婚礼，村子里的老少们都忙碌着迎接新媳妇儿的到来。除了传统的民族服饰，达尔罕牧场上的这场婚礼已经和中国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区别。年轻人的婚礼也是一些老朋友聚会的地方。斯日古楞是镇上中学的老师，也是远近闻名的射箭高手。他和纳曾吉亚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谈到来年的射箭大赛，纳曾吉亚承诺为朋友做一把蒙古族传统的牛角弓。纳曾吉亚今年54岁，退休前是当地渔场的厂长，老伴儿在前几年去世，儿子也不在身边，生活一下子冷清下来。纳曾吉亚经常为远近的乡亲制作一些传统手工艺品，收入并不是目的，最主要的是填补生活中的大量闲暇时间。蒙古族传统的牛角弓并非完全使用牛角制成，一根具有坚固韧性的柳条作为弓骨，用特殊的胶贴上牛角片，成为牛角弓的弓背。弓背上会根据射手的喜好雕上不同的花纹做装饰。从选材到最终成型，一把优质的牛角弓往往需要工匠
几个月的时间。在弓背的两头是异常坚固的牛角插槽，用以固定弓弦。上弦是一个力气活，需要使用全身力量才可以装上。制弓的每一个细节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如果牛角插槽发生意外，失去张力的弓弦很可能会伤及射手。指环是职业射手必备之物，以避免箭在高速射出的同时对手指造成伤害。纳森吉亚特意为老朋友赶制出一枚牛角指环。由于指头粗细的不同，每名选手都需要量身定制。弓和弦的弹性、拉力大小要达到最完美的配合。一把得心应手的好弓会直接影响到射手的成绩。达尔罕草原终于冰雪融化，这是草原上最美丽的季节。一年一度的射箭比赛就要开始了。弓箭曾是蒙古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武器，那些优秀的射手会受到格外的尊敬。箭靶是用五种不同颜色涂成的粘片靶，靶中心是活动的，一旦射中就会自动脱落。斯日古楞的射术虽然在阵上首屈一指，但今天的比赛不同以往，高手云集，一场真正的较量开始了。斯日古楞和另外一位选手的比分交替上升，胜负难料。纳森吉亚在一旁观战，他希望他亲手制作的弓箭和指环能给朋友带来好运气。比赛的最终结果，斯日古楞以两分之差获得第二名。纳森吉亚还要赶去给另一户牧民送马鞍，这种忙忙碌碌给他的生活增添了很多色彩。从达尔罕牧场向西南1100公里进入鄂尔多斯草原，即使是在夏天，这里看上去依然像是一片荒漠，但是一种异常名贵的羊绒却产自这片土地。所谓羊绒，是长在山羊毛根部的一层薄薄的细绒。优质的羊绒产量稀少，十分珍贵，交易中以克论价，因而又被称为软黄金。拥有3000多只羊的苏亚拉巴图是当地养羊规模最大的牧民，也是鄂尔多斯羊绒的主要供应商。溜溜大手啊，小王，好，那就抓。阿尔巴斯山羊被牧民们称为草原上的珍珠，因为生长在鄂多克旗阿尔巴斯苏牧境内，因而得名。阿尔巴斯山羊体表生长着的粗毛会对底绒产生很好的保护，出绒量大，手感柔软，是山羊绒中的佼佼者。由于苏亚拉巴图的羊产绒较高，在当地声名远扬。今天远道从宁夏赶来的钱达莱夫妇专程到这儿选羊配种。
钱达来仔细的一批一批的看着羊，始终没有拿定主意。他一直等到这最后一批羊群回圈。暮色降临的时候，老钱终于找到了他满意的公羊。苏雅拉巴图每年都要接待很多像钱达来夫妇这样的牧民朋友，他在养羊方面确实有自己独到的技艺。在所有常见牧草当中，苜蓿草是具有最高营养价值的一种。由于它的根部深入土壤里达9米，因此可比其他植物吸取更多的矿物质。在雨量有限的地区，苜蓿草能耐强旱，也为生长在这里的阿尔巴斯山羊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为了避免羊群对草场过度消耗，苏雅拉巴图紧跟在众多生活于此的牧民之后，开发了苜蓿草种植。一只成熟山羊每年仅能采到几十克羊绒，织成一件羊绒衫需要3到5只羊才能提供足够的羊绒。鄂尔多斯年产羊绒2.5万吨，这一切都需要这片广袤的草原来承载。草原是一个不断循环的生态系统，生活在这里的牧人必须学会成为这一系统中的一部分。从东到西，由东至夏，无论季节更迭、时代变化，草原上的牧人都必须找到应变的方式。这是祖先世世代代传下来的生存智慧。只要草原还在，他们就会依然生活在这里。年复一年，长江这条中国最长的河流一路向东，汇聚千百条河流的来水于山间谷底穿梭，养育依江而坐的人们。人们脚踩着江水滋润的土地，经营着辛苦而平淡的生活。